甚至警察局的那个门，它只有开开小小，那整片玻璃门很大，都是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鹅的种类，大概比蝴蝶多了10倍多。啊，蝴蝶大概4000多种。好，那还有很多不一样是它的触角。啊，它的触角，我们的蝴蝶非常优秀，因为它白天出来，哦，那个活动力很大，所以它的触角比较像那种火柴棒跟鲍尔夫球杆的样子，是很垂的样子。那鹅是须须的，那颜色也不大一样，它的很鲜艳，它的都是。